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是在周口关帝庙，这边呢有一个关帝老街，现在正在建设啊，可能两年之后吧，这边的关帝老街建好之后，这边就有一个古街啊，到时候带大家去看一看啊。今天呢，我们主要来这里看大戏，关帝庙这边有一个大戏，是周口戏剧院承办的，就在这边唱。是13号到16号，唱好几天呢。像我们河南地区啊，每个地方都有戏剧，比如说像我们这个90年代、80年代的人啊，都是听戏剧长大的。像我们小时候，我们村上每年都会有戏剧表演，就是农忙之后都会有大戏唱。现在因为年轻人都出去了嘛，人也不多了，所以近10年嘛都没有唱过了，就是每个地方唱大戏都能回忆小时候的生活。等一下呢，下午2点钟，会再次唱大戏，都是扮演好的大戏啊。今天上午是唱的折子戏，折子戏是唱的是选段啊，就是没有化妆的。上午就看了一会儿，下午带大家去听大戏啊。刚刚已经广播了啊，马上就开始了。我们在这里，现在还没来太多人啊。还有10分钟就开始了，我们去后台去看一看人家化妆啊。开始。看这闺蜜段，调戏旁作戏啊！看这个漂亮吗，乐乐？威风凛凛，出府门，我当叫。
对对。他俩那暗号的感觉。啊，王大人，方才是你眼前这交上比武万岁呀，要把奶奶搬回来了。喂，观众同志们，今天下午的演出到此结束，明天上午继续由周口市新艺术研究院为父老乡亲演出，开演时间明天上午10点整。大戏结束了，我们要回家了。今天看的穆桂英挂帅，哇，大戏，这一次我们真真正正的看懂了。从小的时候我们就是看大戏啊，听大戏啊，就是我们也是看热闹，就是里面的内容我们根本就看不懂。这一次我们都看懂了，琪琪也看懂了，是不是？有兄妹二人，他们两个进京，然后闯了祸，是不是？还傻了那个人，傻了汪论，对，真的好精彩呀！今天琪琪听的也是比较入迷的，
因为我们今天早上很早就起来要听，是不是？就是穆桂英挂帅，从之前到这个挂帅这样子的一个演绎。明天上午我们还来，今天我们上午看完之后，我们都没回家，我们在外面吃了饭，就接着看下午的戏。明天还来看，好不好？好，别忘了搬凳子，我们拿个凳子，好不好？好好。嗯，好嘞。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。大家拜拜，我们要回家啦。这个是套圈，卖灯笼的，卖糖葫芦，做花轿，棉花糖，烤红薯，这是关帝庙。